好，报委会现在继续开会哦。下午的议程是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主管预算、含公务预算解冻案6案。那么现在进行讨论事项，那我们就请部长到这边来协商，好不好？谢谢。速度不要太快，很多委员还没来哈。运气很好哎，本来直接。好，各位请就坐哈，就坐。那先第24案，请教育部先说明一下，好不好？请副处长。主席，各位委员好。24案是我们国书委员特别那时候关注了，哎，就是因为当时104年的撑杆跳事件，啊，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赶快有处理了哈，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包括就是说我们订了通案性的出国参赛器材设备运送的作业流程，我们也和这个相关的单位民用航空建立一个联系窗口，就是说碰到哪些特别的器材，我们这要客货运要怎么处理联系啊，建立一个合作模式，那也把这个整个协会的后勤管理事宜纳为访评的指标，所以相关的措施我们还有包括相关流程规定都已经发布了啊，这个特别的跟委员做报告啊，已经有处理了，那这个因为是对我们的特别会把我砍了是冻结，冻结没有，是冻结，还没有，不敢花。别人有没有意见？有，我没意见。你没意见是什么意思？没意见啊，就是处长的特别费用啊，对啊。我来讲一下了哈，好了，好了，谢谢主席了哦，处长这个。当时真的是，当时我去会去动这个，就是那时候发生撑杆跳杆没有杆子，这个贻笑大，不是贻笑国际啊！就说我们的选手出外比赛，怎么会连这么重要的一个撑杆跳杆都没有带？好，那但你们说有检讨原因，那这次会不会是最后一次？不知道。哦，不会再发生了。真的吗？因为现在都盯着了，我们都会先盯了，哎。然后哈，最近了哈，还是有每一天，我看还是有非常多的事情哈，比如说那个王培宏，好，王培宏他退出了，但是我们去推荐他去担任国训中心的董事，在那里我要去做这类看规，他是一个国家代表队的优秀的选手啊，他是最佳举球员啊，这个为什么要请他去担任国训中心的董事？你叫陈学圣去当，我们就看差不多吗？这个是我看报纸才知道的，董事嘛，我也不知道，你不晓得。对，那体育署怎么会不知道呢？不，真的不知道。董事都在任期啊。对，那他有同意吗？问题是，不是现在没有董事名额啊？董事都还在运作，那怎么会去推荐做这个事情呢？不知道嘞，我是只是怪怪的啦，怪怪的啦。看到报纸才知道。我不，我们国家的代表队的体育选手。我们不需要用仇庸的角度去对待他们，他们只需要我们的资源给够，给他们最好的状态出赛，就这样啊。好，我们赛商会旗争取的好不容易奥运选手出国可以搭商务舱嘛，好好，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礼遇选手的一个方案嘛，这个是重点嘛啊。然后像陈伟玲举重金牌，陈伟玲他在国体大上课，他现在出国比赛，学校不给他公假，哎，他的事假超过以后就要扣薪呢，要扣他薪水，哎，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最主要他有参加2项。好，我知道，这个都有原因，但是按你看起来就是不合理嘛，不合理嘛，哦，当然是国体大的事情，但是总是跟我们国家代表队的选手的权益有关系，那这个体育署你不能没有角色啊，是好。哦，
我们特别有跟学校沟通了，但是就是最主要它是分健力和举重、uh-huh. 那健力的是它非必要性的，它不是亚奥运的项目了，对，健力不是亚奥运的项目，对对对，那需要、啊、所以学校就认为说它应该要选择一项了、才不会影响到学校的教学了，那这个我想你们去协调，我们有跟他们协调，就是说国家代表队的选手、对，代表台湾出去比赛要争取荣耀，啊，那么雕黑啊，那么黑比赛，那么黑比赛，只要出去比赛，撑杆跳跳跳杆没有，就不会有问题了。他那个因为是世运会的哦，那他本身、那个、他本身也是奥运的举重选手得奖牌的，是、哦、对，所以当然即便他去参加健力就没问题。啊，不要这样分啦，尽量不要这样分啦，你们再去检讨啦，再去协调啦。其实我动的这个理由就是希望署长你可以重视我们国家代表队选手的权益啦。好，安内里，这里别给我搞。我讲几句话，就是说我看你们的这个附件里面 SOP 的里面其实都没有压时间，你们要比赛前要确认器材有没有办法送达，可是你们这边只说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但是我们在定一个东西应该是要非常清楚的，在什么一个时间点停损点在哪里要做到好才可以，好，不然的话我还是觉得这个 SOP 流程还是有一点小问题啊，这个稍微调整一下好不好，是好，我们把那个时间点标个得更清楚了，哎，黄委员这样子，好，要注意，黄委员结果怎么样，没有继续动，好好好，没有了、我觉得我还是希望署长哈，人家看过来讲做后了，好不好？好，署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当然就是说，接下来的往后的所有的这些争议的事情，我们都是真的在站在照顾选手的角度来处理。如果你可以保证同意，然后出国比赛相关的设备都要到位，是，那我这笔预算我就给你们哈。反正你有提出书面报告了，一定程序上他是要给他了。这个不能再出纰漏了，对。不会再出纰漏了。苏总，我简单讲两句了。这个奥运回来之后，本来是你该离职的时候了哦。但既然部长让你留下来，那又帮你存了一年的钱，75,000块没有让你前面花掉，后面留一个半月给你用75,000块，所以你就好好认真表现，好不好？哦，不然这个会辜负很多人对你的期待，好不好？一定努力。好，好，那这个就解冻哦。好，那下一案。下一案是原来郑丽君部长哈，他是之前在当委员，特别关注到我们有关体育云呐、还有这个有关 MOE Sport 的频道，还有智慧休闲与运动服务加值计划，它的整个的执行情形和办理情形啊。当然，在这个体育云的部分的建，我们今年特别是要把这个整个架构架起来，它有包括了应用服务、开放资料、视觉统计展示、体育市集。那实际上我们这个架构都已经完成，差不多快完成了啦，已经执行了哈。那10月的时候已经拨付第一期款，那个预定在这个年底要拨付第二期款，它的总数是600多万哈。那当然，整个的体育云的架构，我们是把我们包括我们署里面牵涉体育的各个相关的这个系统，把它做一个整合，也希望在除了我们体育署之外的其他的相关的啊，像其他协会啦，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体育的总会啦，相关的能够把他们的整个架构到我们体育云里头，我们把这些资讯呢能够过一个公开化啊，整会诊之后也可以给人做研究，也可以做视觉统计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他可以用那种的赛事即时转播的 APP 的部分也把它建构起来。那基本上这个整个架构都已经快完成了啦，所以这个是有关于体育云的系统建制的部分。第二个就是针对 MOE Sport 的频道的部分，因为这是应用 YouTube 的部分、对，所以这个基本上它的绩效也都蛮好的，105年度观看的这个点阅人数
有272万以上的人次了，所以原来我们是设定50万的，实际上它的效果蛮好的，所以这个也已经执行了哈。那当然，我们这个是这个委托拜托这个大专体总来协助我们来做处理的哦。那这个我们编列了大概200万元啊，这个也已经执行了哈。那第三个是智慧休闲和运动服务，这个因为是科和这个科技部一起合作的，那也因为这个这个是跨年度的啊，上一次的104年到105年的6月是一个阶段，那基本上我们上一次因为是试办，那这一次呢，我们根据试办的结果，希望再往后做更一些精进和改善，还有再把相关的运动能够做一个整体结合，我们是把赛事、商圈和产业做一个结合，希望来提升运动消费参与和观赏的人口，也透过这种科技加持的部分呢，啊，把这个运动啊能够做一个科技化，所以在我们上一次试办到今年的6月之前，当然有几个部分的产值啊，包括就是说我们在线上特卖会有119家业者参与，达到1965万营业额，啊，电子商务平台的联合促销有12家电商。有6798万元营收，还有4家的科技化导入哦。那这个呢？目前，哦，那包括之前的这个自行车大会运动抢购自行车游程，还有万金石马拉松、迷你小市组等等这些活动，都和商圈整个做结合啊。我们初步试办的结果是不错，所以今年我们就是还是要继续做，那可是呢，就是因为冻结，所以我们是这个冻结的部分，我们暂时所有都预备好了，但是就这个冻结一开放，我们就马上会这个要发这个招标了，评选招标，所以我们在等着，那已经所有准备工作都准备好了。啊，这个务必要帮忙，我们马上就只要一结冻，我们马上进行后续的。其实那个署长，你可以直接马上用手机上网去看一下你们体育署的网站，我告诉你的照片区都是2012的照片，马上上网去看一下就知道。我们刚刚特别啊，你讲了这么多，大家只是上网去看嘛，照片专区是2012年伦敦奥运的体育营到底在哪里，还有呢，哎，署长你可以去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呢，体育署的网站当中有关于多媒体区照片，到大部分都在2013年，2年的影片是非常少，我觉得署长你讲这么多，你就看事实就好了嘛，就叫我们怎么动得了，看到没有各位，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啊，为什么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跟我们讲那么多，你架设好什么，你讲这么多我们怎么有办法解冻，这个不是说你整个东西架构好就可以，你现在很多东西你要 update 这个部分嘛，我真的不是不想，你刚刚像国书那个地方要动的部分我已经帮你解冻，可是这个部分你很难说服我们嘛，而且你看你说你体育营目前到底有多少人负责，就我理解应该是一位工程师嘛，然后呢你们就应该在这个网站里面应该充实度，你应该去连接很多学校很多机构很多这个部分跟各单向协会连接，让我们一看到体育署的网站就对所有的运动讯息都看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个部分不是像这样架设就可以，这目前来说就应该放下这个东西，目前完全没有看到，署长这波话都解冻了，这个我们是不是我们请承办同仁来说明一下那个业务单位，报告委员，那您刚提的那个体育的部分呢，我们体育的应该分两个层面了哈。先告诉我照片专区为什么现在还是2012伦敦奥运的？照片专区，体育署的网站里面有很多。照片专区的2012是不是？为什么嘛？连巴西的都没有，巴西的连没有里约都没有部分啊。这个我们现在有嘞。等一下，这些还有这个部分，对，看一下。我们这个我们不知道，我是说整个体育署的网站很多，有没有？你们看一下嘛。大家先看一下嘛，这个是最新的，都有。啊，我的对，啊，你两个是怎样用不同牌的手机有不同的结果。哎呀，那我们这个是最新的。来，我来看啊，你最新的这是什么东西啊？嗯，这样子啊。体育云的，一个给署长专看的，只有署长看得到的。那我看到的。哦，不同国家的。哎呀，那我们啊。
现在好了，现在等一下你们再去对证了。对证一下。你们去对证了，我讲一下了哈，我讲一下了，署长。我们这也是啊。其实我就是很想来跟你们探讨体育署的网站，体育署的网站实在是太无聊了。你说无聊？太难看了，对不对？你知道，你如果有办法把体育署的网站弄得像媒体的体育版那么好看哈，你就成功了。多吸引人，多好看啊，知道？手机版。我们如果我们是运动迷的话，如果体育署的网站很吸引人，我保证你，我每天看。而且我还想透过体育署的网站去了解现在有多少重要的体育赛事，有多少优秀的国家的选手，他们的背景是什么，那他们的成就是什么？你知道现在哦，以前的体育选手。都我只要是国家代表队，那不得了，家喻户晓了哈。可是现在当然啊，不太一样了。但是我们主管体育发展的单位，你总是要想办法去推销我们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他们的杰出表现嘛，对不对？上月得到空手道魁为30年的铜牌世锦赛，结果协会也没帮什么忙，比赛体育署也没讲半个事情。得了奖牌了，体育署的网站你去看，不然你也恭喜一下嘛，把它当我们的荣耀，什么都没有，完全什么都没有。那你们的这个网站看出来是什么？相关的训练的方法啦，什么？这无聊到极点，谁会去看那个？哦，那我怎么办呢？如果这个预算没有支持你们，你们体育署的网站是不是会继续这样无聊？我们一定会改了，会不会这样？会不会继续无聊？不会了。不会不会，如果赵克之恩说要继续动，那你们是不是你们的网站就继续那样子的，还在放2012年的伦敦奥运的事情？有改啊？没有，已经有那个最新版的，这个都有亚沙运、黑豹旗什么最新的，全部都有。这个真的啊，手机版，手机版。我建议手机版，那你为什么对手机版？那你为什么手机版没跟着更新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现在每个人都是看 用手机来，现在都是用手机啦，用载具啊，对啊，对不起，我加入载具啊，谢谢主席啊，我真的是很诚恳的拜托教育部体育署啊，其实也不是只有你们啦，连教育部的网站，连我们很多部会的网站啊，都非常的无聊，非常的形式化。那我们事实上在各部会花了很多钱在建置这样子的一个网站，结果呢，通通啊，什么 APP 啦、网站啊、什么连结，有的没有的。我跟你说啊，可以看哦，做旧的啦，因为大家都觉得那政府设的太无聊了。那但是呢，国书委员讲到没错，是因为体育署体育呢是大部分年轻人很热衷，学生不分阶级老少，大家对体育。基本上是觉得应该可以再更活泼，甚至呢，我们台湾之光，像刚刚讲的，我的选区有好几个台湾之光啊，那不然我也算计过派的，我也不知道，对吧？那体育署能不能把这些荣耀，它是国家的荣耀，我们把这些的人才可以让他站在这个台面上发光发热，这个是体育署也责无旁贷，对不对？而且能带动我们国人对这个体育的一个向心力哦，甚至支持度哦。所以我是建议，包括刚刚好，虽然就算是手机版的哈，我们都太形式化的一个建制的一个格式，好，事实上有很多是可以改进的。那我在最后讲一点，你们真的不要哈。认为这个反正资讯的东西，只要啊这些科技化哈，年轻人工程师的事情，我就把这个预算消耗掉到委外就好了。结果你们什么都不管了，哦，你们常常有这样子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可取的心态。既然编预算，既然要做，就要做得好，而且要时时刻刻的更新。更新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还有内容的品质很重要，拜托，好不好？我们一定马上来。苏巧慧委员，接着苏巧慧委员，好，再高露委员，再柯委员，好不好？来，我想表示哦，我的方向一致啊，就是希望我们这些数位资讯真的是能够更活泼，然后可以跟社会大众真的产生连结。不过我也要从一个稍微不太一样的角度来提醒哦，就是我必须说，因为我们有在业界这边看过实际的状况，所以大家都希望东西要好，
但是呢，如果你的预算编列的不够，坦白讲，现在要一个好的网站，你100万元不见得做得出来。你以为100万已经很多了，这只是做一个网站，但是事实上，这是从设计、从内容配置、从这个城市架构等等，其实都完全不一样的。你也要有足够的预算，才有办法请到好的人才。所以反过来讲，其实不是只有要好好执行而已，而是是不是可以请部长这边哦，在署长这边在做这个资源配置的时候，是能够重新爬梳整理。如果是重复的，就不用编列，但是我们可以留下一笔整。个比较宽裕的，然后用真的请比较专业的好的，给他充分的预算来做一个真正好的东西，不够好的不用做那么多，这个是我的想法啊。这可能你看你的 Facebook 或者是 YouTube 网站，大概就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好，那更重的就不再说了，对，是这样，谢谢。高露委员，因为刚柯委员提到这个网站设计，我突然觉得因为我在3年前自己也设计过、规划过这个网站设计哦。那最简单的方式，你们那时候早就会有一个响应式设计的网站的那种方式，为什么当时就没有？就是说我们的网站它可以随时随地 for iPad、 for 手机、 for 网、for 电脑、 for 笔电的那种方式，这个很早在民间都已经在使用了。你们现在的状况是，柯委员看到的是要手机看到的，可是却没有手机的版本，然后只有这个桌电跟笔电看得到的版本，这表示说你们当初在规划的时候就没有想清楚嘛？对啊，那说实在的，我当然是希望说你们越做越好啦，就期待说你们未来能够改进啊，好不好？来，我想问一下，各位我个人认为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就是说没有预算没有办法做事情。可是这个预算不是今年才发生，我是真的长期的都有类似像这样的预算。虽然我是新科，但是我之前可是这块都没有这样的好好的建制起来。我觉得这是个态度问题。我个人认为说，这个预算还是要动，而且是部分动，直到我们看到，直到我的手机看得到。巴西里约奥运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才可以解冻，不是看书面报告，是让我们手机看得到，我觉得这才有实质的意义嘛，否则大家都先解冻。好好，我问一下，我问一下署长，你们现在网站是哪一个单位在帮你们维管的、啊？那个委外嘛，哪一个单位？哪一个体育署哪里？哪一个科？哪一个组？啊？综合规划组啊？对，综合规划组。那网站的更新维管，你们是委外还是自己操作？网站的更新呢，我们是有同仁，我们是有委外厂商在帮我们。对不起，网站更新的话，我们有厂商在帮我们做。那同仁的话，各组是有各组是就有资料，就随时就请厂商帮我们做。那当然，我们后面也有那个界面是可以急的话，我们就自己做。你们是综合规划组是吧？是是。你们综合规划组都可以不用了解现在体坛发生什么事情吗？你们每天都在看什么？那个跟委员，委员跟各位委员报告，那个其实综合规划组这边。目前其实刚刚灿宏他主要在整个综合规划组这边，其实有负责包括法制，然后包括资讯的这些综合业务，可是呢没有法制的编制，然后资讯人员灿宏他还是部里资科司那边支援的一位人力，完全没有资讯人员的编制，所以这个部分他今年其实刚各位委员，诚如刚各位委员所提，预算其实短编啊，就是说这个部分其实署长也在提醒，就是说综合规划组基金运动彩券基金赚了那么多钱，可是预算确实编列的很多业务的推动，包括运动产业，确实这个部分都不太足够。所以其实目前我们也启动了几个专案小组，包括资讯网站的部分，其实目前它是用分组哦，综合规划组这些其实以一般民众在查询，真的不了解，搞不清楚。所以其实我们目前其实在上个月的署汇报也做了一个专案报告，我们会现在从使用者的角度，好来设计，好来做功能性的一个好一个改版，所以配合包括刚刚所提的，包括科技导入这一块，结合地方的这些重大赛会，包括明年的世界大学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全大运、全中运，整个我们会做一个整体的通盘检讨，会从功能性的部分整个做一个全面的改版。跟那个那预算的部分我们也会增列啦，就结合刚科技导入这一块来做一个通盘的一个处理，
因为确实没有专业人力，那委外厂商哦，他今年编的880万也顶多就是针对系统的维护了，嘿，跟同仁的一些电脑汰换。哎，李立峰委员，哎，嗯，好，李委员来了，电话，刚才那个麦克风好，对不起哦，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没有这部分的一个专业人力，那其实我这边要提供一个资讯给我们教育部还有体育署这边参考，就是现在已经有一群民间叫做那个 G0V， 就是那个临时政府，其实他们已经有一群人，他们会觉得我们政府的网站都太难看太烂了，然后都是因为一开始的标案规格不会写，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已经免费，他们其实是愿意来协助我们政府的，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应该去结合这样一个民间的资源，好不好？好，好，就是说这个部分请你们去结合，然后我们真是把这样的网站好好的建立起来。 好，谢谢。我要特别提了，其实署长，我想你在体育界其实这么多年，我们体育署那个网站一点可视性都没有，就是对于热衷体育的人觉得这一个单位怎么会对体育发展这么无感，因为你们无感没有兴趣也没有热忱，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嘛。综合规划组，你看到你的网站，你给干不干嘛说，你是有趣味体育啊，不有趣味啊，不啦，一点兴趣都没有，做出来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对不对？现在的政府哪可以像以前那个样子，你说文化部那么多单位对文资工作没有兴趣的人，他有办法做文资保存工作投入吗？有可能吗？那对体育工作一点兴趣的人都没有，叫他来处理什么综合规划组，你们要去做那些网站，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么难看无聊，例行性的事情哦，哪一个长官交代泼一泼，就这样子，也不会想到说我要做什么东西，要承担什么样台湾体育发展的使命，然后现在碰到什么问题，然后分享一些体育选手得奖的喜悦给我们国人看到，连这样的热情都没有，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好，这个预算如果没有给你们，你们是不是会继续这样子？我马上改了，好不好？马上改嘛。是啊，柯智恩的那个电脑版、手机版，你什么时候要改给他？可以马上改。好，下午就改给他，好不好？对，你现在马上改。是，你下午改给他预算，我就支持你。马上改了。黄国书讲话好像现在在做招委。马上会改了，拜托委员支持，这个我们后面一定会把它做好。是，我还是延续我刚刚讲的话了。署长、司长，你累了啦。但真的做体育要有热情了。我们做媒体出身的人，为什么体育跟娱乐向来都是媒体重点？就是它是民众最关心的。再给你一个机会好了，好不好？黄国书已经代表招委做的是决定了。谢谢，谢谢，谢谢。但是我现在先给你的是105年度，但我现在跟你讲，因为我马上会审106年度。是是是。你如果没有好，对不起，那106年度预算我们一定会是哦，好，会认真处理，好不好？是，好，好。那就解冻，好不好？是。那26万。好，26万是这个蒋委员特别那时候特别关心啊，我们那个竞技运动里面各单项协会的访评呐，访评。那这个访评的部分，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已经执行了哈。那牵涉到这个我们今年度啊，这个因为也太多的体育运动委员会或相关的事件的这个发生嘛，所以我们也已经修改这个体育运动组织的辅导及考核办法。那我们今年度也依据这个考核办法来做那个整个评审访评的那个项目的一个改革改变。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已经请我们教育委员会各个委员办公室哦，这个相关的人员一起来参与，那就我们整个的这个访评的项目要怎么如何做改革，如何做访评啊，相关的这个也已经都完成，现在就是要等着做后续性的实地访评了。那目前呢啊，我想这个作业啊，我们的相关的经费也第一期也出去啊，后续呢只要访评结束啊，这个相关的报告也都会出来。那这个部分呢就务必请各位委员支持，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好，各委员，你先。
好，我想请问一下署长，这一次的里约奥运的那个检讨报告有出来吗？有，我们的今年有开吗？我没有看到，有这次有开检讨会议吗？有开，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然后在这个报告部分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一次里面，因为现在距离现在也剩下两个月不到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还需要这两百万吗？我觉得那个检讨报告有关于这次里约奥运里面，其实说实在，上次有记者还是在媒体上看到他们对于署长，我就看到你对于这次里约奥运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其实你讲的实在是让我们觉得没有彻底在做一些检讨了。我不知道各位有看到那个里约奥运的检讨报告吗？有两个部分，你们开的几次会议？一次是我们奥会。我们这委托奥会来办这次的整个、那个、几月几号？奥会是什么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次是我们在建坛召开的一次的检讨会议。然后呢？得到结果呢？我们都有报告，我们可以提供给委员。你马上给我，否则我完全没有看到，因为这次我们的奥运完全距离那个差距非常的大，而且有很多你不能否认，今年体育署的有些部分的执行的预算成效其实颇差的，对不对？对啊，没错吧，署长也点头了，所以我就说剩下两个月署长还需要这两百万吗？不过这已经执行了。哦，所以我们因为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这个委托台评会、来要做这些所有的单项委员会去做考核访评。你已经做了？已经都规划了。所以还没有做？都也已经去跟所有的这个单项委员会，所以你说没有讲好了，就是还没有访评，所有的那个包括评鉴项目什么这些都已经处理了。我这边应该有现成的，这个可以给委员看。嗯，现在已经什么时候了？我现在一说，现在已经十一月多了嘛，对不对？到十二月，所以你们现在这目前都只是在规划，还没有去做就对了。都已经定了啦。都已经委托了，委托了。来，朱市长，那个张廖委员先来讲哈，张廖委员第一次发言。我想我们之前在检讨各单项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考评那个访评的时候哈，我们也曾经跟体育署要过资料了。你们一直觉得说你们之前也编预算，也在做访评，也在做评鉴了，就所谓的评鉴。那个评鉴的结果，你们又说那个评跟我们回复说那个评鉴的结果有一些标准有问题，所以不对外公布。上一次是试办，去年是试办，你们还花了不少钱哦，就要两百万。去年正式实施，所以今年我们也刚好趁这一次，我们修正了这个辅导考核办法。那所以呢，我们把这一次整个修正的内容都纳进在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访评项目里面。那你们修正了什么？你们到底有没有跟我们？我们在这个很多报告里面也提出很多质询哦，然后外界也提出很多质疑。有。那我们也希望说，不要再让选手跟我们亚奥会的单项团体之间存有这么大的鸿沟。那常常有选手就觉得他那个协会接受我们政府这么多补助，结果呢，对于选手的权益。或者是他的保障，他的权益，他的表达都没有办法接受，那这个是不是牵涉到我们过去对于这些单项团体的所谓的访评评鉴这个制度真的有问题？是，所以我们在十月二十七号也针对这个考核项目办了一个公听会。什么时候？十月二十七也有请我们各办公室的这个代表去。所以现在修正出来了吗？那个办法有没有给我们？目前还没有，我们因为才刚刚弄出来了，修整理好，所以包括了人事制度、人员的素质啦、会计资料的建档保存、会计报表申报公告啦、自筹裁员运作，还有优秀及潜力运动选手的养成、后勤资源、运动经要宣导与成果，这些我们都是新的，而且也那一天我们蛮多委员办公室的。大概有 五位吧，七位，七位委员代表的那个。所以你们那个结论已经做成了结论跟修正的那个评鉴的，是，我们可以提供给委员，那应该给我们看，是，好不好？好，而且请黄委员之后，李立芬委员，好。那个我们这个竞技运动啊，当然就委托各单项协会了，其实是这样。那我们体育署给补助款嘛，那大的协会补助比较多，小的当然就没有补助比较多。好，那我们的角色是什么？负责监督嘛，是不是？我们政府是有钱给协会，不是没有钱。如果都没有拿政府一毛钱，我们没有话讲。我们不只给钱，选手的选拔培训，整个国家把这个重责大任其实都交给协会嘛。
那体育署不能说，我交给协会，那算了，协会爱怎么弄就怎么弄，不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有没有制度考评制度？有啊，我给大家看一张了，这个是羽毛球协会的去年的考评意见表，一年就考评这一次哦，这一页，就这一页，几行字啊？十行字啊？啊那样，十行字啊？这无关痛痒啊，一年就做这个意思。好，那这一次奥运引起很多的争议，所以我们就改革要求啊、哦，然后大家国人对单项协会也殷殷期待。好，我们行政院其实也责成你们体育署要针对各个单项协会要进行必要的监督。好，你们有了，有做了。今年的九月啊，你们真的有去各单项协会做这个访查报告，之前是一页了，那这次是变成两页了，哎，一页变成两页，这个东西好，这里头有啦，你们也许有点出看到一些问题了哈，我再举例了，棒协了哈，今年九月十二号你们有去访查了，有发现2015年十二强棒球锦标赛收入列账金额与送本署之收支结算表不相符，是有这个事情吗？有，那这算不算大的事情？是，所以我们已经是吧发函请他们立即要。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如果我们今天都不要求，你们就是这样例行性的哦，有啊，有这个问题，之前是连问题都没有写了，也不会写很具体的问题，现在是有稍微写了一下子，那我想要了解，那接下来呢？你们发现有这个问题，接下来体育署要做什么事情？对，我们就先发函限期，他针对我们查出来的问题，要说明、说明和改善。要改善。那 如果没有呢？如果没有改善，我们看他的情节轻重，就是还会使用。OK， 你们的访查报告表是不是可以？你们再去弄一个比较像样子的专业的访查报告？你们说 OK， 我们体育署过去都没有做这个事情，我们都不会。那我给你参考，我手上这一份是什么单位的，我给你看了哈，一样啊，政府补助了。今天早上原能会嘛，我就跟他们要了。这原能会啊，要求啊，这也是监督财团法人核能资讯中心。你看他们几页、啊，厚厚一本啊，厚厚一本啊。所有的财务的状况，包括他们的相关计划，包括他们的。预决算了、啊，然后每一个计划的详细的执行的成果，至少当然这个也不算详实了，但是至少有个样子嘛。你们至少做到这个样子嘛，你们至少做到这个样子。我在强调哈，各个单项协会他接受政府的补助，接受政府补助的单位他要接受政府的监督，他们你们没有要求他们，当然安内德后啊。真的安内德后啊，如果你们是真的有诚意要去监督、要去改善各个单项协会的问题，至少你们要做这样一本这样的东西出来吧。啊、嗯，对，未来我们这个整个访评计划就厚厚的会一本。啊，啊，你今年我讲了，你到位，一牙变两牙，好啦，好，我大概就讲到这里啦。那这个是200万的预算了。啊，动的人不是我，这个是蒋乃馨哦。是是是，哦、我们这个一定就马上要做。主席不要越群，老师你要做结论。后面我还不要做结论，我讲到这里。结论完以后，我只是要提醒，说是还有贺委员要讲话。哦、不好意思，好，好，习惯动作很多，来人所以换我了。好，因为我们过去看到就是单项协会跟选手之间的沟通。是很不良的嘛，所以才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是，所以在那个刚刚署长你讲的在那个会议当中，就特别请助理去表达说，我们在那个考核访评的那个指标里面，那么要求单项协会要去建立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机制，就是今天选手有什么问题的话，他有一套一个正式的一个机制可以去反映，而且这些反映的事项都应该做记录，那看他之后是怎么解决的，我们之后去访评这些。资料都应该拿来看，要去呈现。所以，可是刚刚署长你讲的这个部分，我好像没有听到说这个有没有纳进去，因为我觉得它真的非常重要。是是是，我们
何委员，好，谢谢。我们有那个四个委员会吧，选训、教练、裁判、纪律，还包括会是不是成立运动员委员会，他们这些都必须要叫报教育部备查，还有没有？就是每个单项协会里面，是不是今天选手有意见，他到底要怎么去申诉，怎么去讲，这些他们都要记录，对。对对，那个机制，那个就是要列为那个访评的那个里面去要看事项哦，然后那个资料都应该要去。是好，署长，你刚刚的回答哈，说真的哦，证明了你在实在是没有提供很精准的说法跟资料给我们了，包括完整的东西哦。你刚刚说我们对于那个检讨有两次了哈，是一次叫做这个考评的，说真的哦，我们助理刚刚说他有去参加，你们是在讨论所谓的考评的指标而已哦，并没有具体的内容哦哦，这第一个。那第二个，你说那里约奥运有检讨报告，我们有开会检讨啊。你刚刚讲到健谈那一次是一个研讨会，它不是检讨会，它是研讨会，好不好？对，不是检讨会。对，但是我们列的项目啊，那好嘛，你要根据你去参加了一个研讨会，然后呢，事后你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检讨报告，没有，他没有检讨，根本就没有。你光是这个态度就让我们觉得很不够诚恳。你要坦白讲，你到底有没有检讨？我们所认知的检讨是针对来。切切实实的针对这一次里约奥运，从过去我们投入的资源、选手、国手的培训过程，到我们去正式参加的时候，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政府应该要检讨，要做什么，要改进什么？是我们具体嘛？是不是？可是你刚刚给我们回答的意思是说，你去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之后，那个就叫做检讨？不是，有两次，两个了，还有一次是。奥会他们整个在做的一个检讨会，奥会做的检讨，来，奥会他们做的检讨报告，有等同于我们教育部体育署对国人讲的检讨报告吗？我们是不是请那洪组长？没有那个，我先讲一下，我呼应那个何新存说法，是真的。这一次你们每年都有一个检讨会议，但是今年是真的没有像过去一样的对于每一个奥运的检讨会议没有，是真的没有。那个署长真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承认真的没有，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检讨会议。我们所认知的是你们体育署对于针对这次每一样事件所出的这个部分哦。不是奥运的那个部分，是体育署自己完全当主责单位里面针对所有的事项里面所提出来这个报告没有啊。他们好像每件事情体育署都好像跟你们没有关系耶，他们不仅没有热情，他们真的是把自己只当公务人员在做而已耶，批批公文，写写公文，把公文泼一泼这样子就好了吗？跟委员报告，因为在奥会的部分，我们在凯撒是有开所有的单项协会参赛的单项协会跟教练都有来，他们提出他们这次参赛的这些一个报告。那事实上另外呢，我们回来之后，我们针对这次奥运所发生的，包括谢淑薇，包括戴志颖等等这些，我们也都做了一些的检讨，也在我们那个到院里面来这边报告的这个资料里面，我们做了我们很多单项应该要去做的，所以才有最后我们的辅导考核办法跟国体法要去做的这些。事实上我们针对这些事项是有做的，那跟委员所提的对单项的这部分，事实上是我们会请教练这边做一个检讨报告出来，我们会再跟他们再谈这样的问题。那是两回事，对不起。如果就我个人认知，我不知道其他委员的认知，各单项该改革的，那本来就是各单项运动的委员会该改革，你们要提出一套办法，那是一回事。第二回事是在里约奥运，我们到底政府。对选手、对国手的培训，在这整个过程，包括去参加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所有的检讨，那个是第二件事。你们不要把它搞成混在一起啊！麦安内糊弄啦，署长，我觉得这是态度的问题哦。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政府的责任是什么？你们代表政府的公务人员，你们要告诉国人啊，你们要对国人负责啊！是，我们那个部分本来就也是在健谈那边就分成选训赛服，那不一样，所长，你不要再跟我们讲健谈，你再继续讲健谈，那这个案子就不要处理了。是，就不一样的东西啊！一个研讨会，你可以拿来立法院跟我们讲说，那叫做里约奥运的检讨会，不，其中啊。你北塞嘎公其中啦、啊，你叫做行政院教育部体育署，你是代表政府。是。
那是你该宣示政府的对改革的态度跟立场跟未来要怎么具体改进的做法，你都要一项一项的来告诉我们。你不能糊弄我们，用一个研讨会里面的其中一部分，或者告诉我说有啊，奥会他们自己有开会啦。这不是，这不是你应该身为署长该有，身为体育署的同仁该有的态度哎。难怪我们体育弄得那么乱，那么烂。好了，要动多少了？来，继续动、啊这个。这个好，好不好？继续动。好，继续动。好，对啊，好不好？已经在执行了，拜托了，好不好？已经在执行了，而且我们要马上做。没有一个委员替你们讲话，就代表真的是有问题。不，这个因为已经在执行，也已经改了，我们修正了这个。继续再动一下，继续让停计划。你总金额有五亿多，动两百，好吧？停计划了啦。好了，下一次补回来。好，这本案继续续动，好不好？27案，择期再审的。因为之前有三个案子也是择期再审嘛，好不好？那对对对，好，好，第27案、26案就继续冻结200万，然后择期再审。27案，好，27案是高教师的强化人才培育跟产学合作机制啊，那。当初冻结的理由是有蒋乃馨委员和新纯委员跟郑丽君委员主要认为说产学合作的绩效不彰，然后何新纯委员特别还提的说产学合作的定义，尤其是值应该是什么，到底学生得到什么，学校跟企业有什么共识哈，这一点那。针对这个呢，跟各位委员报告啊，在这一块呢，其实确实，诚如何委员提的，产学合作不能太过于浅叠，所以我们要深化产学合作的一个值。那在高教师的业务里面，我们就去强化扎根的创新创业，包括把业师引进来创业课程啊，还有这个。希望锁定到技术的研发，然后最后能够把这种成果再跟经济部的这个加速器或育成中心去结合。那同时呢，在大学里面我们去做课程的分流，因为大学的课程的设计呢太多理论了，我们希望增加一些实务的，甚至能够有一些业师进来跟大学能够有一些协助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做的产学博士精英班，那这个产业博士精英班是在博士的这个培训过程5年里面，有2年呢是到业界来协助业界做这个技术的研发或是关键技术的提升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艺术设计人才，有1年我们遴选一些优秀精英的学生啊，到海外整海外的那个著名的一些学院或是这个艺术创意的机构实习1年。同时对于学生有获得这个国际的像这个IF 设计奖或是 Red Dot 设计奖等等，有得奖的学生我们会给他竞赛得奖的机票。那这个部分要特别拜托委员，因为包括这个产博到业界这里，我们是有提供学生这个1年大概20万的经费，然后设计竞赛的机票也是都给学生啊，所以这部分是不是能够请委员能够给予我们解冻啊？谢谢。来，委员因为跟你们相关领域比较了解，你们去问一下那个当初送的那个核心权。好，你 OK 了是？嗨，主席。我听吴思瑶的哈。没有，我是比较，因为当初也我还没有当立委啊，但是因为这个当中我一直很好奇哈，就是我长期对于艺术设计领域是有一些比较多的接触。那您刚刚也讲到，我们这个有一个专案里头，包括一部分是送学生到国际的知名的设计学院、艺术学院去做交流，一部分是让他们去，比如说红点设计、IF 设计得奖以后，你给机票。是让他们，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OK， 第一个部分，请你具体提供给我。我们启动了这个人才培训，在艺术设计精英类的部分，我们送出多少学生去哪些国家的哪些机构学成
多少人员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台湾确实是非常具有设计能量，尤其今年是设计之都年，其实非常多的设计学院其实都投入今年的国际性的活动。可是往往很多年轻人告诉我，政府扶植他们不是帮他们送出去比赛，是好不容易他们自己拿出好东西出去比赛之后，你看没错吧？丢奖的人提回来，你才给他机票钱安尼啦。你觉得这样对吗？我们要扶植是在前端，协助他们把你们一直讲把设计可以商品化，把艺术可以文创商品化，你们要扶植的是这个前端，而不是看到人家已经得奖了，有国际的一定的成就，然后用一个机票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操作是反其道而行。当然得奖的学生或团队你可以给他其他的 prize， 可是那是叫做奖励而不是培育计划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请你提供资料给我好吗？而且未来我们确实很多能量在 IF 在 Red Dot， 很多台湾学生得奖或台湾的年轻设计师，这个部分请帮忙他们是在前端的部分好不好？你未来怎么改进？ 好是我真的非常谢谢吴委员，吴委员点的就是重点。我先讲学生竞赛得奖，因为这些学生很多，我们每年大概有将近100位的学生得到了奖，我们才会给他说那你去领奖的时候我们补助机票，这已经是很不错，这普遍已经做了好多年了。那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奖励的措施。真正我们刚刚讲艺术跟设计人力，我们其实是前端的先培训，有一个这个研习营，后面再开始竞赛，然后把优秀的学生选出来，选出来之后我们去配对世界各国，包括这个英国、法国、美国，甚至日本还有纽西兰，都有把学生送到这些国家去，包括像纽约的 Parsons 啊，或者 Art Center of Design，还有 USC 就是南加大等等。那学生回来还做成果的分享，那这些学生呢我们也去统计过，他们回来呢到这个设计领域相关的就业率达到98%，就是非常高。那重点就是刚刚吴委员提的是重点，所以未来也就是106我们去改变了，我们希望艺术设计人力不是只有培育，后面要协助他们商品化。但是为什么会这么缓慢，就是因为我们国内艺术这个领域后面不要讲了，后面文化部做过失败了，好不好？不想跟你再讲那个了那个你才刚摸的东西不要乱碰。我是你再多学习一点，我再讲后端的事情 好不好？我是这个钱是给学生，我就不刁难了，好不好？但你刚讲还不成熟，那个资料补一下，而且以后不是得奖了给机票，而是你多送学生出去，他们连出去都要筹钱出去比赛，你知道吗？重点在这个，有多少人是筹不到钱就没有办法得奖？你后面那个机票去领奖的机票，我跟你讲，收起来好了啦。前端的走出去的这个，请调整一下，好吧？补充资料给委员会，谢谢。李立芬委员，这个我是支持，只是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我之前的一个质询，就是说我们现在教育部从103年开始对那个拿到发明奖的这个的机票补助也都缩减了嘛，那同仁有来跟我沟通，那他提到说因为是经济部跟经济部的一些对，那他们的补助，可是他们就是提到一点，就是说，希望这样的一个发明的东西要到可以产品化，还是申请商品化，还是申请专利？那我那时候其实我的论点也是跟那个吴委员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教育部的那个标准不应该跟经济部一样，因为你们是在培养人才，所以我还是觉得说，在类似像这样的支持学生出国，不管是参赛还是这种发明展等等的，我都觉得说应该是要鼓励学生出去的。我跟主席委员补充吧，今天傍晚这个结束，我就是要听这个改变，好不好？确实之前大家觉得，来麦克风，麦克风给部长，你看部长今天第一次讲话，你看，是。没有，主席还有各位哈，谢谢。因为这个议题是我也，因为之前他们有一次表扬啊，我也听到学生，我只是听起来我觉得有点点，不是很合理哈，所以我有跟业务单位这边我说，回过头我们自己来检讨一下，因为当时提到就是跟经济部，可是我怎么看都觉得对，不是很，这两件事情是应该要把它理得清楚了哈。我基本上是很认同刚才委员指教哈，其实在培养跟鼓励协助。有机会走出国门到外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应该在前，至于说是不是能到全额，我想我们来
来努力。好、哦，但是这个是我，所以我说刚刚好，今天就是我们下午有一个这样的专案的会议哈、哦，我也会来整个做一个检讨哈、哦，谢谢。来，高露委员。虽然我觉得我们这次拿到的这个专案报告跟上一次保留提出来专案报告几乎是大同小异啊，但是我这边对于就是你在这里面有一个第八项是推动人文科社会科学新学院的这个部分哦，没有提出来，因为刚刚所提到的都是有关于这个艺术啊、设计啊的部分啊、精英的部分啊。我比较重视的就是说，我们在于这个人文价值跟社会关怀这边，你们培育了什么东西？这边没有跟大家说明跟报告。好，人文社会新学院这个大概就是105尝试的一个计划啊。那为什么要去关注这样？因为国内人文社会这个领域，其实坦白说是必须要比较多一点关注的地方是，他们的一些研究发展，还有未来要就读的学生，普遍越来越下降。那我们希望他能够有一些比较广跨思维或是跨领域的方向来突破。那在尤其在校园里面，人文领域的一个发展，很容易啦。坦白说，比较容易跟理工来相对，他拿到的资源什么都比较不容易，而且他们未来的发展也同样也有比较感觉会有受限。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让校园的人文社会的学院能够做一个改变，然后有多一点跨领域的元素进来，让学生将来毕业之后可以有比较好的发展跟出路啊。这边具体的计划可不可以给本席？好，谢谢。好好，请部长，这个钱得来不易，但为孩子多构思一下，好不好？好，那这样子我们就解冻，好不好？谢谢。好，第28案。第28案呢是有关于这个迈向顶尖大学计划啊。那这个计划其实是第二期的最后一年，整个一个迈顶计划延续第一期，加起来总共是10年。那这10年来呢，坦白说各界关注很多啊，包括之前提这个冻结的有包括陈碧涵委员跟郑丽君委员啊。那主要的是觉得说整体的检讨啊，包括资源的分配太集中啊，甚至说到底顶大的经费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成效。那针对这个要跟各位委员来说明，我们今年有针对顶大呢做的一些检讨，确实如果就国际学术的研究的成果，我们确实是还蛮不错的，有21个学科的领域在 QS 公布，我们是达到前50。那总共只有30学科学门，我们已经有21个都达前50啊。那其他像我们不管国际生招收的国际生，其实占我们台湾所有大学它占的比例将近25%-26%哦，就说他们招的国际学生人数也是占最多。那所谓的这个国际的院士或学士人数也都逐年成长。最重要的是大家的批评，资源过度集中，甚至说资源有弄在硬体设备，在第二期已经都没有了，大部分第二期都用在教学跟研究啊，比例有达到35%-36%。那当然整个顶大最大的问题是还是有量化的绩效目标，还有老师太重视研究，忽略了学生的学习，甚至学生的学习动机不够啊。那创新的部分也还不足，所以未来在这一块呢，我们在后续的新规划的一个方案里面，都会把这些检讨纳进来。那顶大其实坦白说，各校都有很多具体的成果啊，包括像这个比较像那个成大，它有机能性的饲料，它会让一寸以下的鱼苗存活，本来只有40%，都爆80%了啊。就是说它的成果是还不错啊，以上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啊。好，有没有什么意见？动3亿不是少数哎。顶大总共是多少钱？
60亿，说动了65亿，所以我们动了3亿，所以当初的委员动了3亿，理由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绩效不佳，是不是？他们认为整个国际的评比比较低，对，就是说没有非常的明显的，所以鼎大目前为止的目标还是要打世界杯，还是需要达到国际的评比，是不是？我觉得你这有点矛盾啊。对，当初确实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有国际的能见度啦，让能够那我告诉你，国际能见度，你不管是 QS 或是 Times 的，或是任何上海交大的所有的排名，你看过它的指标，它的指标很大的部分还是来自于他的 citation 的 rating， 还是包括他的那个国际老师的比率，还包括他的师生比，还有包括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还是在追求排名嘛。所以说，这也就是鼎大追求的吗？我没有，我现在只是很 confused， 就是说你到底，如果说你要他打世界杯，你这个东西你还是得在这个老师的研究的能量上面，你还是得强调啊。是，那这是鼎大的目标是不是？当初鼎大第一期确实有说一定要至少 一所学校达百大嘛，那是第一期。后来第二期就没有把这样当做一个最大的目标，但是他还是希望他各个领域能够在世界的前端，至少学术的领域，而不是单只是个用 ranking。所以当初设的是10个研究中心，要在世界的领域里面能够成为一流的研究中心，有这样的一个指标。我现在只是觉得，我们现在未来在发展这个鼎大的目标上面，你在于要打世界杯这个排名，跟你真的要来达到学生整个学习的品质，我告诉你，那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走向，大家不要把它混为一谈，那个是不一样。你如果要达到世界排名的话，根据它的指标来去做的话，你要做的跟你说要把学生的学习整个环境带动起来，我告诉你，那是根本就是两码事。所以我们的高教里面，你要怎么样去定位，先要把这个搞定，你才有办法知道后面的这个部分。如果你搞定是要把我们所有的学生全部带动起来，那你的钱就不是完全放在几个学校里面去做排名上的部分。你如果觉得排名世界杯很重要，那我告诉你，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找一些教授，就像新加坡大学里面3倍4倍把国际名师全部弄过来，他的排名马上就会提升。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打法，所以请教育部在这个部分里面先就定好我们到时候未来的高教的一个发展的定位问题，这个决定我们到时候的经费怎么样分配，决定整个的走向，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前面委员所提出来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这个3亿到多少，但是我是说未来马上的预算的发展重要。好，谢谢。还有那个明年给你们暂缓一年呐、啊，那后年那个新时代高教蓝图，你们就好好的妥善，好不好？张委员的提议，好不好？那就3亿给你解冻好了。好，谢谢。好，张委，谢谢。OK， 好，谢谢。最后一案。谢谢各位。那最后一案是有关于我们技职教育行政督导的产学合作跟技职教师研习啊。那原列25亿多是被冻结了1/20，差不多1亿2000多万。那当初冻结是蒋乃馨委员跟我们郑丽君郑部长啊。那他们是针对说，依照技职教育法的规定，老师的一个专业技能，还有要去业界研习这样的一个绩效跟进度到底有没有办法符合我们这个技职教育法的规定啊、哦？那在这边也跟各位报告，其实这个预算里面包含了我们里面蛮多的一个计划。第一个计划就是我们典范科技大学的计划啊、哦。那我们典范科技大学是从102年开始啊、哦，说第一期，那总共有12个学校加4。我想这边有几个新闻也给各位看啊、哦，这个就是我们北科大对渐冻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研发，这是我们典范科大的一个成果啊。那另外就是前天，我想大家可能印象是我们台科大的建筑系老师，那也是利用我们典范科大去带动我们关山的地区啊，然后把关山工商的高职学生一起带进来，把我们关山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做一个文化的活化啊，类似这样子，其实都是我们典范科大我们这些学校的一些成果。那像我们云林科技大学自行车啊、哦，自行车的产业，那这个就是我们典范科大在这四年当中，其实我们的科技大学真的发挥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哦。那另外在对于老师去业界研习的部分啊、哦，那老师业界研习，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老师根据我们职业教育法，其实都有依照这样的规定去做研习。那我们104来看呢、哦，我们老师去研习之后回来是要研发课程的，而不是只是去做研习。那我们调
调查了104啊，老师去企业服务研习回来之后，所发展的课程有500多份，那开设的课程有600多门呢，那也指导了我们2000多个学生在做这样的一个专题，那整个产学也有8000多万，那所以老师在业界研习，其实对老师的实务啊，在回馈到他的教学，其实帮助非常的大哦。那在引进业师，哈，还有在增聘这样的一个业师参与教学，我们在104已经有3000多位的业师，105有8000多位的业师。那其实业师当初的重点费只有900块，那这样对我们这些业界的老师来说真的太少，所以我们从103就调整为1600块，所以我们这个预算里面有一大部分的薪水是要来支应我们业师的一个终点费啊，那也在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啊。那另外就是我们学生的校外实习啊，因为学生在实务上要能够让他知道现在业界的最新的一些的技术。好，那所以我们校外实习我们也是全力的在推，那以104年有8万多个学生啊在业界去做实习，那这一块也是有一些经费的一个补助啊。那另外就是针对我们没有获得教擢跟典范科大的弹性薪资，那在前天各位对弹性薪资是有一些建议给部里面，那其实在技职司104以后就没有再编弹性薪资了，好，所以我们104就没有再补助学校去做弹性薪资，因为就回归到他们学校的去做法，但是因为103合的是合3年，所以105还是要给这些老师一些薪资的一个补助，所以整个在技职司的这一项科目里面啊，我们有这几个计划在进行，那主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学生在实务真能上，让我们的老师也能够在他的教学能够更精进，配合业界的一些新的技术这样子进来，所以这一笔预算真的恳请委员能够多多的予以协助，谢谢。来，何委员。谢谢主席啊，我是刚刚你有讲到哈，这笔预算里面包含了有关我们学生到校外实习的啊，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在学生到校外实习的方式有哪些？他有几个有教室的，拿来麦克风。我们实习的方式会配合在业界的这样的一个工厂的一个需求，有所谓的轮调式，有所谓的寒暑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们有暑假的，有一学年的啊，然后有海外的，也有2个学分的这样的一个不同方式。我现在就要提醒你了，是。你们这样子自己的设计，当然是可能从学校的这个课程的安排哈，或者是说哦，从我们教育的观点哦，那但是呢，你们不知道那个实际上是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实际上就产业界会有很多来跟我们反映了啊，就是说学校为了要去应付教育部的这个政策。事实上呢，就会去找公司啊，讲一讲签一签啊。那但是呢，实际上能够帮助学生去做到所谓的实习，看到这个产业的内容有限，有限。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实习方式呢，有那个有见习一天的啦，啊，那你有说有寒暑假的啦，又有可能是什么合作轮调的方式啊。那对产业界来讲，除非它是一个够有规模的大公司。那除非他是有心要让孩子可以去接触到实务面，不然的话对业界来讲，他们会认为说学校的这样子的一个实习对他们是一个困扰，也是一个包袱，有时候是真的是受学校之托，不得不应付教育部的这样的政策。所以我觉得我赞成要去校外实习，但是我觉得实习的制度应该还要再来做研议，就是做检讨。是，关于这一案哦，其实我一直在想说，我们在这里一直在讲说推动发展典范科技大学哦，在谈到产业合作，可是呢，或者是设置区域产学合作中心，我这个都有特别上网去看，有关于技职，其实是要去解决，就是我们的这个精英的这个大学高教以外的学生，应该要有他应该有的技能，在于他未来的生活。可是你们在推展这典范科技大学，有没有去思考，你们推展的科技大学都是在西半部，
你们讨论的产学合作都是北中南北科大云林屏东科技应用科技高雄应用科技大学也是在西半部，你们有讨论到就是说在我们的产学合作有没有思考到东半部，任何一个东半部的问题它的五专跟技职全部都没有跟我们在地的产业去合作，我们有这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中心吗？没有嘛。技术的中心吗？没有。当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些的时候，我就真的很难去接受说我们要给你任何一个支持，因为我一直在想到我家乡的问题。再来我要谈实习的部分，你们能够去思考一件事，到底我们学生实习他是劳工还是学生？我们有很多的学生到了可能到了跟建教合作到了某一个理法厅，他都是永远当洗头妹，他学到东西了没？他实习了没？在德国的方式就是他们的这个公司实习的公司，他就肩负他必须要要求学生要回去上课，他除了教他在这个公司里面应该学到东西，他也必须要要求他要回去上课，如果没有上课就要去算到这个公司的这个头上。那我们这边的实习这个制度有这样子吗？我们连他是劳工还是学生都搞不清楚。对，先就第一个问题哦，就是东部的产学的一个扶植哦。那目前我们区产是有6个，因为只有6个，所以东部是真的没有。那这个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所以在我们明年106的计划里面啊，大学在地实践联盟里面，我们东部就会有一个。一定会帮东部是，因为东部的技专校院也比较少啦，比较少哈，所以对这个我们已经在106年有做一些调整跟改进。那针对实习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就学生的实习定了专法。好，定了专法来保障我们这些学生实习的一个权益啊，那这个也是在我们立法院各委员的一个协助之下定了专法。那后续没有错，其实在业界是有一些声音对实习，那说造成我的困扰，你来来去去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科技大学。对于他的那个学系的属性是非常明确，是要实习的这样的学习，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是至少一学期，甚至有的是一年。完完整整的一年，那我想这个也对我们业界上在跟学生的一个学习上真的是会比较有帮助。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来关注这有关于实习，真的不要让实习沦为说去问导游啊，那去晃一晃，那这个真的是浪费大家的时间，也造成厂商的困扰。这个我们会来关注。是，谢谢委员。来，吴思瑶委员之后，何委员，好不好？我是非常讶异听到原来弹性方案在技职体系的。这个学校明年开始就没有了。我们是针对未获补助教职的额外会拿钱，那一块是就不会再，因为人也不多，说真的。是吗？你为什么去定义人不多？因为他们有数字，他们是从103就。所以这个政策，部长你觉得是在技职体系的没有获到典范科大的，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聘外面的都是内部的，就停了。你同意这样子的做法吗？在我看来，我不晓得。在我看来，我觉得很多的师资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如何让这些师资够优，然后师资要优化进入这些技职体系，其实很多你更需要是弹性去延揽人才的机制。那反而听起来没有了。我本来还想说要针对弹性方案，针对大学跟技职有一套我要想做的事，就是没啦。这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啦，哈。那就是好的学校继续好啊，不好学校你不拉吗？这个我是有疑虑的，我也是现在才知道。那第二个我也是预告一下啦哈，我觉得这个预算我就是同意解冻，但是我觉得对于师资本身的这个多元升等讲了这么久，我们现在虽然部分比较授权给学校他们自己分流去处理，但目前看起来，因为我的朋友，我的年纪，对不起，我交往的朋友都刚好是这些技职院校的助理教授级的。他们都在其实很努力的
发挥他们的能力，在辅助学生在不同领域的学习跟成长。可是真的在升等上，即便你有多元升等，因也是没法多。其实学校还是逼他以 paper 的量来处理。那其实技职体系的多元升等是非常重要，可是我没有看到他的进步，跟有助于这些老师本身的 promote， 给他合理的报偿。所以我觉得多元升等是要在检讨这个机制。那每一次你们都说事办事办，要交给学校去弄。我觉得部里的高度针对多元升等这一项，还有我觉得谈薪的这一项，我觉得都是给好的老师、优质的老师，用更弹性的方式，让体制外的可以进来教学，教学相长。啊，这两个好可惜，一个没了。我觉得，嘿，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谁要说明？啊，我先说明啊。哦，好，那个谈薪的部分应该是这样说哈，我们在顶大跟教学卓越计划里面就让学校至少10%哈可以做谈薪。那当然谈薪是两块，一个是延揽，一个就是留任。那延揽我们希望延揽国际人才，尽量不要在国内去拉嘛啊。留任这一块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即使你从国外延揽进来来了，你还要留他哦，所以留。但是很多学校，坦白说，我们检讨下来，确实在留任这一块就是雨露均沾嘛。那这种情况最明显，最明显就是越到后面的学校越是有这样的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有去检讨过。那至于，因为那个教学卓越计划只给它是竞争型的经费，只给竞争型的学校，那。未获教佐的学校其实是由教育部另外编预算来补助他们，早期是就是这样设计，但是几年下来，尤其是在技职这块，是后面越到后面，其实有一些学校比如说被我们列入专案辅导学校，我们觉得真的不要再那个最极端的嘛，可是大部分都落在那里，没有获教佐的，很没有获教佐的大部分的会在，所以我们就考量那个，这是国家的这个整资源，我们想说是不是就把它就缓下来，而且现在也就剩下这个最后了啊，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决议。我是呼应这个吴思耀委员哦，我倒是觉得应该还可以再讨论呐，啊，对，我觉得这个弹性方案呢，虽然有很多争议哦，啊，也有它的先天上的限制哦，这个钱说真的，分到每个学校也不是够多了啊。多到足以去延揽国际级的这个好的人才哦。那但是呢，哈，我倒是觉得，既然大学都现在还有在做，那技职这个部分呢，应该要再讨论一下哈。这我第一个部分先呼应吴委员啊。那第二个部分啊，刚刚又讲到实习，对不起啊，因为你刚刚有跟我回答说，有现在有整个学期的有一年的，对不对？来，那我就要考你了。我上次好像有咨询过哦，我碰到的 case。他就是学校跟这个某个大卖场合作实习一学期的，那也因为是大卖场的主管可以管他一学期，所以那个学期的分数也有大卖场主管的分数掺着在里面。结果呢，台风天宣布全国放台风假，那实习生要不要放？实习生要不要放？我记得上次我咨询过，可是我不知道教育部到现在对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因应规范。一旦放假，不宣布停班停课，宣布停班停课啦，那已经不分身份，应该是要除了就单。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你们宣布停班停课，通常都是晚上啊，或是套炸啊，对不对？那他的公司老板主管说不行啊，你要来上班啊，你一定要来，不然我就扣你分数啊。啊，他可以申诉问题，你们的申诉管道在哪里？请问？有学校老师也要进去 No 所以这个就是我抛出了一个问题，你跟我讲说现在都享有劳健保或者是享有职场上的安全保障，可是事实上你们教育部根本没有人力去稽核啊，所以学校把实习生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专科生把他放在外面，结果他申诉无门。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对这些这些建教和对不起实习的对象的这些公司，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规范跟要求？我们是教育部有一个通则办法，或者是就授权给学校自己去找，他们自己签合约就好了吗？
我不晓得啦，这个是我们在实务面上面我们看到的问题。那我上次咨询了之后，也好像教育部后续有什么因应也没告诉我，所以呢，刚刚好今天在讲实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要深入再去研议好不好？是保障学生啦，到最后那个女学生还是去上班啦，因为她怕被扣分数啦。好，我们请柯委员。是，我想说这个技职教育，我想我们在场的委员都非常的关切，而且部长也特别提到这会是教育部未来非常重要，因为毕竟我们要把这技职的学生给找回来啊。可是我个人认为说，我刚听到司长在报告有关于你每次都是拿那个台科大北科大，我觉得这两个学校就不用再讲了，这是我们学校的典范学校，他们本身就很棒。可不是，我觉得真的部分就是技职学校你要的就是我们最多学生，不管是弱势或是程度的这些学生，那是广大最大一片那个技职，我们大家最关切的，就那个最关切的反而是在你们这个报告当中，不管在弹性的这个薪资部分或其他部分，反而是像目前反而会被弱势的。那刚四幺委员特别提到说，他的朋友都是有关于这个助理教授的升等问题哦。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有时候真的回归到整个私立这个技职学校，根本就整个的定位上面就是有个很大的问题。那个很多的老师在技职学校里面，你要让这些学生能够真正跟那个产业做一个合作，那个这个能够进入到这个整个我们这个职业的市场，那些老师根本就不是那个什么助理教授要升副教授要升教授，那个部分就已经把整个的技职系统完全是走偏掉了。那个属于助理教授升副教授，那属于台科大北科大那个层次的。我现在讲的是大汉工专啊，那些随便举一个花莲那个什么的英歌工商啊，什么什么这些的，或者什么技术远东技术学院或是什么，那些老师你叫他们在那个环境当中还去升助理教授副教授，那个就是表示你的技职系统就是有问题嘛，就是绝对是有问题。我们要聘的就是那种可能只要硕士资格，可是他的资历经验各方面产业都非常的棒，那个车床会去弄，建筑会去弄那个的。你像这些老师一堆博士全部在这种技职学校里面还在搞那个升等，那这些学生弄出来连那个老师都还搞不清楚那个车床到底要怎么搞，所以这是整个技职系统里面很大的问题。然后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一亿多的东西还在去搞那个台科大北科大怎么典范，那些学校你诉诸高阁，而且我告诉你台科大北科大他们太多台北工专那时候优秀的那个什么校友，那个捐款根本就是不用教育部在劳烦了好不好，技职系统就好好的用在那些真的是普罗大众那个60%，那个根本就是已经是快要溺水的那些人，把钱放在那个地方，他们的师资结构他们的业师1600不够，大师你可以3200，大把能放上去，那个升等重新再改观，那真正要从助理教授副教授那个请他不要在技职学校，那就到综合大学去了啦，那个都是完全不同的系统，你现在把技职学校搞得跟一般大学一样，那我们这个技职学校我告诉你这个钱怎么花好，都完全没办法彻底改变问题了。我真的觉得要大声的呼吁了，就那个60%啦，拜就那70%啦，那个英歌工商啦，你也逃的啦，那个1600怎么可以？是不是要3600？那他为什么要这些老师要什么助理教授去升副教授？那些不要到技职，那些到那个一般综合大学去就可以，彻底检讨一下我们技职的一个系统，不要再搞现有的框架，打破那个框架，你才要帮我救这些技职的学生嘛，不然你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这一亿多，委员，我们107技职生根计划真的就没有，没有这样子我很难接受，因为我没有看到，不是我要强调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就是很具体的，尤其是你在这里提到产学学院区域产学合作中心，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在花莲没有一所学校，不管是大学不管是技职，没有一个是可以配合我们花莲农业的这样农机系，没有人，我们只有汽修没有农机。大家有没有思考一件事情，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去重视我们东部地区所需要的人才是什么，我们只有一所国立大学在花莲一所，在台东一所，然后呢这个技职在哪里没听到了，因为一个一个倒了，然后再来呢我们的高职也一个一个快倒了，我家隔壁的光复高职只剩下200多个学生，你们有没有去思考要怎么去救这个，在这边提的很好，写的很好听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有关于我们的这个
这个什么这个平台是要去需要去提升我们的，对，区产是要提升我们这些高职能够晋升，都没有做到，你叫我怎么能够接受？虽然这个不是我动的啦，但是老实讲哦，看到这一题，我这里面所有的解冻案就是这个最抱怨啊。好吧，反正明年106年度预算的时候，你们就好好提出计值提系。但我必须要坦白讲，十二年国教摧毁了计值体系了。现在不是典范科大问题，是现在高中这一端的计值体系已经瓦解了，高商高职很多都消失了，然后很多科系找不到人。今天工农高工电会科也招生招不到人，也停招了。所以高中这一端如果你不去解决，接下来就是科大会消失，计值体系全部垮掉。我这一点我实在不想浪费大家时间了。第二点，刚柯委员有提到这个计值体系里面的助理教授、副教授这种升等。你们真的是对这边升等的人也是不公平。那我前一次质询有提到中华民国旅馆同业工会理事长，他也是留日的，他就走计值这一块，他每年去一个学校就要重新被审核一次，然后发给他的是那个学校发给他的助理教师或副教授的证，从来不是教育部。那为什么一般大学体系高教体系你们是由教育部来发？你这样歧视人家，他不是要那个终点费，他要的是那个荣耀，他觉得你让学校发给我就是你歧视我嘛。然后每到一个学校去又要再重审一次，不要这样屈辱人家好不好？我今年就不跟你争了啦，因为已经到尾端了。但是明年106年度预算很快哦，在两个礼拜后我们就见真章了。所以我跟高委员讲，这个先给他106年度，如果他没有拿出来就给他好不好？好。然后特别我们有去上一届，我有去花莲，我们有去参访过花莲原本在东岸的这一些高职体系的学生都被西岸来抢，因为抢不到学生只好来东岸抢，那你东岸又没有这个所谓的科大的部分，所以都被抢光光了啦，所以被倒那个也是真正的要面临的问题好不好？那今年我们就先给你过了，但是两个礼拜后你要拿出答案出来好不好？谢谢。好，那跟大家宣读一下今天要吗？是要上去吗？对啊，对啊，处理临时提案。处理临时提案，在这边处理吗？比较好啊，要沟通啊。好了，那我就不用上去了，好不好？那个报文会，关于今天下午议程做不下决定哦，我们继续处理这个教育部105年度的解冻案哦，六案，除第26案继续冻结外，另定期处理，余金处理完毕。请依处理结果提报院会。那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那现在宣读有22案，我们一个个宣读好了，没一个个来好了，没关系。好，来，临时提案那宣读第一案，据学术自由保障大学充值。我这样沟通比较不会吵架。第19条授权各大学。好吧，教育部看一看文字需要修正的，好不好？讲。教师法规定外，得据学术研究发展需要，另定教师评聘或不续聘之规定，经消费审议通过后实施。回查迄今，教育部未定有一致性规范，是部分学校列此案件或报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或不报，影响教师工作权，甚至诸如学校依该法所为停聘或不停聘之决议，是否应比照教师法所定相关程序报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使生效力或学校处分做成提升效力至今。相关规范付诸缺如，衍生学校实际运作莫衷一是。该条文亦形同巨文，严请教育部于一个月内建立大学法第19条适用之标准作为流程，以利学校端遵循，保障教师权利。提案人委员高露以用，陈学胜联署人委员李立芬、张廖万坚。教育部秘书有跟高露委员沟通过，是不是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然后是做一个参考原则这样？谢谢。参考原则跟标准作业流程应该不会差多少吧？好吧，那你继续宣读，小声一点好了，我们继续处理。你小声，好啦，小声一点宣读。参考原则。教育部也帮忙。好。那怎么样？先以技专校院招生测建总会与技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功能，继续修正文字是。然前者每年 OK 好，那先通过了是。好，那第二案，第二案教育部有没有意见？第二案，他现在继续宣读第二案。
各入学管道考生报名费采收之对列、啊。第二案，教育部配合办理哦。预算资源之有效运用及横走少子化。好，少子女化。那个第一案哦，就把那一个月改成三个月。原请教育部于三个月内订定大学法第十九条适用超考原则，以利学校端遵循，保障教师权益，好不好？好，好，谢谢。好，那第三案。启动第三案有没有问题？教育部第三案编入技专校院政府联络会之严厉，邀请教育部一个月内将整编规划起程及具体做法，中交专委员及各委员一律了解成效。提案委员高如用、陈学正、天主任李立芬、张立文先第三案。好，可以，好吧，那就照教育部的修正通过，好不好？提前定期机构第四案，中央地方及学校实施行政指示将第四案教育部有没有意见？学职部基于权限范围同意是好，第四案我们就照案通过。国民好，第五案学主管机关之职责对学校申请教育地方教育部有没有意见？补助责成地方政府则应同步编列配合广告农推动人实务上地方。好，那我们就因为一片地区委员可以吗？高路委员就改成一个月改成三个月内延议解决方式。第六案我来对象。学校反映因现看仔细一点，怎么修正啊？撇款因为财政恶化无法支付或其他因素，爱兰将学校应改成计划申报教育部申请补助，造成呈现学校发展差距。如果严格来讲，学生受教权好，如果是穿军服的军人不能在高中时，我们的校园安全或者是什么反布啦、霸凌啦，这个就能威胁的话，那中华民国的国军就太忙了啦。我还是坚决要求啊，军人应该回归到部队去了。好，军人的地战场就在前线，军人的家就是在部队。那么军人呢，有很多的贡献，不需要在高中职。所以这里面所谓的校园安全无虞啊，来什么逐步推动教官，再来推动教官推出高中职，这完全违反我们当了102年的决议啊。所以我对于这个本案呢，我是强烈的保留啊。那看看教育部你们文字上怎么修，不然的话，这个跟我们从学生时期一路到现在坚持的理念是完全违背的。102年度的那个附带决议里面也有校园安全无虞啊，这几个字也是延伸过来的，好不好？看教育部你们怎么样？有没有修正版？教育部有没有修正版？补助人力预计补助3530位代理教师，是以保障代理教师权益，可不能完中上要求教育部应即刻检讨中小学兼课。这边代课及代理教师聘任班员，建立依规划规保障代理教师聘期及薪资可行性。包括我在不断在提出来说，校外会，我要这样强调的，包括主席在这里啊，这是您的提案，我必须这样。我知道，我知道。我在屏东县政府任职的时候，校外会是我们最重要的校园防毒的前线。我必须要这样讲，校外会里面的人员，不管他过去是穿军服的教官，还是未来是校安。校外会的组织维持跨校的形态非常重要，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校外会，校外全名叫学生校外生活辅导会。那么它的部分是因为它不会让校安的人力零碎化为各校所专有。教育部在补助各高中职，尤其私立的各高中职有校安人员的情况之下，这个组织如果能维持住，你教育部才能掌握。不是把校安人员分配到各校啊，一个一边10个，这边20个，就变成各校私有了。校安人员千万不能被各校所私有化，他把他派去守站交通岗，他派去做什么？一定要把他还是维持校外的组织，让校外会可以充分的调度这些人力，作为一个校园安全的一个防护网。那包括未来我们现在正在执行的尿塞啦，那个春晖专案啦，其实校外发挥很大的作用。我还是肯定现在包括在做这件事情的教官，我都非常肯定他们真的非常辛苦，任劳任怨。但是呢，未来在我们贯彻这个政策的时候呢，我希望教育部啊，对于校外会，在这个它只是这些所谓的妥善措施当中的一个了，我不能说那是全部，但是我也提了案了。好，那在这里呢，我是补充说，包括像这个都是妥善的措施，我个人是非常要求校园呐、这个药物滥用啊，一定要被遏制，不然我们下一代是没有希望的。我也很肯定目前校外会所做的贡献，但是呢，这跟教官这个是两码子事啊。全国地价税提案开征，全国财政为800万路，104人征收711亿，2015年950亿，每户平均增加3130亿，其中以桃园市为例，平均上税。就是最后倒数第二行哈、请教育部尊重民意，重视校园安全，强化校园安全网络，妥善规划，推动教官退出高中职校园相关事宜。好。OK， 好，好 ，OK。
就是没有办法。昨天如果是这样讨论，就不会有恶意流会，对不对？啊，不是也，今天是我们人都蛮，大家都很好。好，下一案。改善偏向一步之过度过的，伤痛的心很难一下平复。好，下一案，来下一案。下一个，这个原则上我们都觉得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文字的修正？好，没问题。好，譬如说我们这两哈，这个杜志忠讲，我们在这里改一下哈。这个建请教育部会同财政部进行研议，如何将增进240亿元的地价税优先用于教育支出之可行性。好，好，再来后面什么同时可协同地方县政府进行老旧建设修改建，我们这一句话是不是可以不要？我们整个在教育支出来应用，好，并请教育部以3个月内将研议情形呢，向教育文化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是，240亿是中央的钱吗？地方的钱？对呀、啊，我是不不，你没有听懂那天我质询，你没有听懂我讲的话。我说他用240亿去变成加倍的效果，就是地方你愿意优先用这240亿来修老旧校舍，我中央配合款就会增加。相对的意思是这个，除了一般性的补助款之外，不要让地方240亿拿到以后就随便花掉，他应该用在老旧。对啊，我还是讲，我建议了哈，因为提案人在这儿哈，包括那个主席哈，是不是？那你就把说你们进行研议如何鼓励地方政府将新增加的地方税地价税用在教育嘛？我个人还是表达了，过去我来自于地方政府，我觉得有时候中央管太多了，手伸太长了，这个钱是地方政府在使用的。那当然我们急需要中央政府的补助，但是可不可以语气上稍微尊重一下，就是说教育部如果要会同财政部进行研议，鼓励地方政府，这也是主席的原意嘛，鼓励地方政府怎么样把新增加的地价税用在教育支出上嘛？是你们鼓励我们地方政府哈？对不起，我现在的角度就是地方政府，你要鼓励地方政府来做这个事情，不是说中央决定了我地方政府就要怎么做，地方财政已经裁员，地方税只剩下地价税、房屋税、还有牌照税、那你们连这些增加的税收地方要怎么用？好，正向的鼓励我都觉得很支持，但是是不是在语气用词上稍微尊重一下各级地方政府，中央各地方各有权责，拜托。我也来自地方政府，我就怕这240亿拿到地方政府以后随便办活随便乱花掉，因为很难得有这一笔钱来，如果你不用在刀口上，我是觉得很可惜了，所以才用有一个诱导式的，对啊，好不好？对啊，地方政府以屏东县为例，一半以上是在教育支出。我是国家中央资产，教育部作为提案是主管机关。好，但是你离开了，好了，那就照教育部的通过，好不好 ？OK， 好，照教育部修正通过。对对对了。现在鼓励地方政府，鼓励吧，好了，就在中间做的吧。如何鼓励地方政府将新增近240亿的地价税？好不好？不是不是，他用中央有财政手段了、绝对有了。对了，中央常常会用地方配多少，当中央才配多少。这240亿真的是得来不易了，真的。好了，好，下一案，下一案，第八案，有没有问题？报告主席，建议修正第二行后段，应加强建制教师集中宿舍，修正为研议建制教师集中宿舍之可行性。拒绝此案，有意见请讲。好，中文可以吗？提问的委员，提案人。OK， 好，那通，好，那修正通过。好，第九案，可以吗？你统计有没有问题？配合办理是好。第十案。没问题，第十案照案通过。第十一案，照案通过。第十二案，报告主席，第四行建议修正为，建请教育部与行政院原民会参考屏东县经验，希望两个部会可以横向整合，共同推动。可以吗？好，那照修正通过。好，第十三案，好，第十三案，好，可以哦，照案通过。第十四案的核心专业人，第十案可以吗？教育部应与农委会、动部与有关产业工学院与人才培育咨询系统建立起来。好，那黄国树委员说，我就帮他同意好了。好，好，那照修正通过。好，第十五案，
是否将变成空缺？第十案照案通过，第十六案。好，照案通过，第十七案。第十八案，关于教育现场教师会，现在种种现象都是无法进行事情教育善意要加强对学生学。可以吗，苏委员？教育无法落实。好，那照修正意见通过。好。第十八案。第十八案建议时间由一个月修正为三个月。书员可以吗？对，国教署网站页面所呈现的照片。是因为要收集的资料很多。他孩子成长速度很快、啊。可以吗？可以吗？三个月了，不要辜负妈妈的苦心啊！好，第十九案同意。好，照案通过。第二十案，建议时间修正为三个月。好，三个月照修正通过。第二十一案。可以吗？可以。好，照案通过。第二十二案，是不是建议能够改为评估校园安全维护法或校园安全维护条例？是不是延提？不要害怕了，延提而已了。对对，好，那我们就同意，好不好？是，好，那就照延提通过好了。还有什么案子吗？国民教育正常化及校园安全之务方这一块。好吧。各提案如有委员补签，请议事人员详细登载在议事录。报完会，今天下午议程处理完毕，现在散会，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朱先，谢谢各位，感恩是，谢谢。我们去接一下，我们去。